乔迁典礼。今天对咱劳动部来说，真的是一件大事。今天给出啊，家有喜事。劳动部成立36年了，这一路走来，从劳委会到劳动部，有所有的劳工朋友，才有我们今天的好成绩。大家就像家人一样，我非常的感动跟感谢。我们从劳委会改制成劳动部已经36年，不管我们的位置，我们的角色，咱心的方向是同款的，不要辜负众人的期待，要继续秉持着我们的信念，为劳工朋友服务，保护劳工的权益。面对各种挑战，我们要随时的准备好，成为劳工朋友最坚强的靠山，保护劳工的权益，跟我们的劳工朋友站在一起。当然这句话说起来是容易，但是要实践，这个过程很多的辛酸辛苦。所以我们的劳工朋友对未来的权益，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的台湾经济发展来努力，永远支持劳工，保护劳工。那照顾劳工朋友呢，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。台湾因劳工而伟大，照顾好劳工朋友，就是照顾好整个的台湾。那各个部会大家携手合作，然后来为台湾人民打造一个更好的、更安全的、更健康的、更能够激励大家不断的发挥能力的一个工作的环境，使所有的劳工得到很好的保护，使得企业越蓬勃的发展，让台湾成为一个让每一个人都很羡慕的一个富强的、温暖的，而且是坚韧的国家。